我怎么能验尸呢？如果你就这样出去的话，你就永远听不到这个人最后想要说的话了。现实跟 CSI 是不同的。我不会像前辈你一样放弃的。你不是说你是法医吗？你来做。什么？开始验尸吧。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，最糟糕的三流法医就是你这种人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白色追缉令》。